有胡影之地甲天下之称的胡笔，是毛笔大家族中的佼佼者。胡笔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，至秦以来，善言人的制笔技艺世代相传，全镇几乎家家出笔工，被世人誉为笔都。始创于清朝乾隆6年，也就是1741年的王一平斋笔庄，是中国最老的一家生产和经营胡笔的专业笔庄，距今已有260多年的悠久历史。胡笔的品种繁多，主要可以分为洋毫、狼毫、紫毫，也称为兔毫及尖毫四大类，近500余个品种。虽然门类不同，但是它们都具有胡影四德的共同特点。